三点八，戴慧珍，为什么一直不答题啊？你为什么不答题啊？他故意的向我赢，他故意的想让我赢。对呀，生日快乐！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在家里也是叫的亚轩吧？祝亚轩生日快乐！祝我的室友要永远不愁，不愁吃喝，好的，怎么说这样的话呀？感觉像打不过他一样。算了，自己男朋友自己宠着。偷看男朋友答案不成功，反被收拾。我已经能想象到刘雯以后吵架的情景了。那我要失败呀！帮着男朋友赢。那我们再说第一个，但是不要看啊，我没看你的帽。啊！一秒认怂。啊！真的没看到啊！我真的，哎，我好奇怪。什么激动？三点零九，要抢。撩我摇，打出来。男朋友太爱我了，怎么办？